知心爱人写爱字，再访老郭。副食品，那还不如叫妇女呢。今天富豪来了，我们得好好聊聊。没问题啊，从没有你开始聊。小狗抱到身上，让他玩一会儿吧。好，来这儿，兄弟。五好家庭来做客，二助理忙取经。小月，带我仨月就快当爹了。上次来的时候还没对象呢。突然就有一种责任感，再往后胳膊腿能不能齐全，眼睛小点，鼻子塌点，那都无所谓，都无所谓，是不是？好友江涛来助阵，黄金富家老底，住得很近的好朋友啊，这一家子甭提了。哎呀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腻歪的。又来了，演出放弃，钱不要，他就啥都放弃。当然母亲呢是个路盲。他这是来给我脸上贴金来了，是不是？谢谢观众的掌声，我们感觉到这个小狗狗真的太棒了，他现在很忐忑。感谢，感谢收看今天的天津卫视，今天有幸请天津卫视庆功乐国优国冠军冠名播出，我也不再多说了，谢谢大家。欢迎主持人郭德纲。谢谢各位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。本节目由自然轻盈的月湖优格独家冠名播出。好，我现在说这句话越说越热闹了啊。岳云鹏怀里还抱着一小狗，嗯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夫妻相。嗯，喜欢小狗吗？还行，真的。不过你抱着小狗我都觉得挺可爱。嗯啊，看着跟孪生兄弟似的。嗯，那个别看小月站在台上穿成这样好像很滑稽，但是回家之后呢也有自己的所谓的尊严啊。而且马上很快岳云鹏就要荣升到一个新的身份了啊，要当父亲了。是高兴吗？啊，今年的90月份国庆前后，九月底岳云鹏就要当爹了啊。我眼中岳云鹏就是那个小孩，小时候来就这么样，17、18岁，十七八大脸蛋的那样哈，一不留神他都当爹了，你说哪说理去啊？也好些年了啊。那个知道是姑娘是小子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我提醒一下，应该是个女孩，因为你长了一个天生的岳父的脸，真的。嗯，闺女小子其实都无所谓，健康就好。有人非得就得要小子，你们家有多少亩地，非得让人种去是吧？嗯，啊，只要他健康快乐，比什么就强。对，想好了吗？给闺女起个什么名字？嗯，没有，叫岳金刚。什么名字呀？岳铁蛋。岳秤砣，反正甭管叫什么，挺好听。德云社最近的时间天人进口，好多人都生孩子了。譬如说，岳云鹏的师兄弟儿。栾云平，也是得了一姑娘，挺可爱的。嗯，姑娘大名叫栾笑雨，对，小名叫盆儿。好多人纳闷，这么一大姑娘叫盆儿，抱出去也是，孩子叫什么呀？叫盆儿，这没人好意思问。其实这是我给起的，因为生之前有一次在，郭家菜，就是我们那小饭馆吃饭，演出之后呢，很饿了，厨师给我做了一盆热汤面，这么大盆儿，我就拿小碗盛了一点儿，吃了一口不饿，就放那儿了。我一回头，啊，栾云平这媳妇儿抱着盆拿着碗夸夸，我就乐了，我说行了，生完孩子叫盆儿吧。原来想的小小子叫盆儿挺好看，谁知道生一姑娘啊。那后来我跟小月说，她要生完孩子叫碗儿啊，反正都是厨房这一套大碗儿。嗯，最可惜有小孩叫篦子啊，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啊。叫什么名字其实就是一个记号，只要孩子健康活泼就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名字起好了对人来说能影响一生。是，比如说今天我们来了一小嘉宾，他的名字实在太棒了，叫什么？叫富豪，好听。你说这玩意儿啊？哦，叫富豪啊，说明这孩子这一辈子不缺吃不缺穿的啊。你听他这名就知道他父亲更了不起，叫大富豪。嗯，那他应该姓大呀。大是外姓啊。玩笑归玩笑，来这一家三口啊，都是我们的老朋友。掌声有请傅笛生老师一家。欢迎。您好。
是是，云宝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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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芬这没法报了，这个。哦，你好，这小果还刀我呢。哎呦，少爷，哎呦，这么大了啊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往这儿站，往这儿站。这个面前就是我们伟大的傅提星老师一家，连人带小狗，这是五口啊。嗯。之前那个德云社15周年开幕式的时候，带着少爷一块儿去了。嗯。这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富豪啊。很少有嘉宾啊来了以后还在来的，因为您也知道哈，电视台是为了要新鲜面孔，老是换不一样的人啊。您这是算是翻头了，这不容易。为什么来呢？是有两点。第一，您是一个让人大伙儿非常羡慕的五好家庭啊，我今天看见了啊，连人带狗啊，那是给小狗代言的，那是啊，五好家庭让大家羡慕。第二来说呢，这个上次来那期的收视率特别的高，当天我们是在全国据说排到第六位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你一共在70-80个节目里边脱颖而出排第六位，可见您的人气。主要是您那个那天特别，您的发挥特别好。哎，所以说这次来不能白来，我们还准备小礼物呢。小月，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来了。哎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礼物。过。不成敬意啊，不成敬意啊，有个3000万您拿着啊。这是给我们的，就是给您全家的啊。哎呀，谢谢导演，录完了还还回去吧？不还了，不还了，不还，不还，都是你们留着，都是你们。谢谢，可以打开看看，可以打开看看。啊，算了，我回家自己看。啊，这个有那么句话说，来而不往非为礼也，是吧？对，那你们就打算这个不？我这个也这咱巧了哦。来来来，把礼物拿上来。哦，快来，真带东来了啊！我就这么一说，这不合适。我们全家哎，也送您个礼物，送给准确的说是吧？送给德云社啊，送给您。你看这刺儿头吧，嗯，不是他这个。这头这说明就是我这点儿，要长成花呢，说的就是于谦。所以我们代表我们一家人的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我就是唯一有一点对不起您，我这就不往口袋里揣了，要不扎的哈、啊。我们会很顽强的，谢谢您啊！来，小月接过去吧。哎，你还记得不记得上次来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连唱带跳，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小节目。就是你第一次上春晚是吧？我真忘了啊！但是你们要这么喊的话，我们就来一个也行。时隔一年，原镜傅笛生再度做客《今夜有戏》，甜蜜依旧。而重温一年前傅笛生与老郭和二助理那段“众人划桨开大船”，也让人不由感叹：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宝贝儿子到场，就让我们再来众人划桨开大船吧。一家十十家百，百家千千万。你家我，我家你，大家心相连。同舟嘛共济海洋路，好子嘛一喊浪涛边，百个嘛争流千帆尽，波涛在后岸在前。还往前走，还往前走，就到这儿了。同舟嘛共济海洋路，好子嘛一喊浪涛边，百个嘛争流千帆尽，波涛在后岸在前。我们这地儿实在太窄了，太窄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咱们坐着聊好吗？好的。来，欢迎傅老师。太激动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谢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相信今天这期会特别的好玩的啊！一家子好几口都来了，重返今夜有戏。今天让傅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。其实对傅老师两口子，大伙儿很熟悉。对富豪大伙儿可能见得不多是吧，来佳佳拿点水来，
哎呦，谢谢谢谢，喝水喝水喝水，谢谢谢谢。有没有给小狗拿的呀？没有哈，我也没有。哦，你等小狗喝剩下的。这个富豪这名字真好，谁起的呀？好吗？我起的。嗯，您给起的。嗯，这太巧了是吧？之前没想过别的名字？想过。啊，想过。叫什么？副食品。那还不如叫妇女呢。副主任。但是富豪最后这人静拍板，这可以啊。妈妈说的啊。叫富豪。这真好，豪爽的豪啊。哎，这一辈子不缺吃不缺穿。今天富豪来了，我们得好好聊聊跟富豪有关的事情啊。就往回聊了，你愿意吗？没问题啊。从没有你开始聊。我问傅老师，就是当年您结婚的时候打算多长时间要孩子呢？哎呀，这有一句话哈，就是说这个要孩子要么就早要，要么就晚要，掐两头。对，我呢比较倾向于这个结了婚就有孩子，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等我们还不太老的时候他已经大了，这个跟我设计的还差不多啊。结婚三年。结婚三年才有的。那就算要的挺早的了哈。对，您当时认可吗？认可，我高兴极了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。其实啊，还是早要比较好。对，早晚这点事儿，而且就是年轻的，弄弄就拉不大。我有时候跟于谦老师聊天就说，他今年42，他孩子才哦，看见了，小孩那么小，还小，他是属于晚要的。太晚了有点。对啊，那天我跟他聊天，我还说，我说这个今年我38，我儿子15，我再等个10来年他就能结婚了，我50上下我能当爷爷了。真是哎。这也是一乐趣。对，他这个人静跟你的想法一样。他就是经常说就希望就好好早点结婚，早结婚给弄小孩，完了你爱上哪上哪。对，这挺好，我给看着。富豪有这打算吗？现在没打算，说的是明天。明天？你明天不知道呢？这个没这么想。行，他太热了啊，来让他下去凉快来，把小狗抱到边上让他玩一会儿吧。好，凉快凉快。他可能有话跟你说。下去吧。走，没事没事，这没事，走一走。好好好，走，小月走。来，这儿，兄弟。小月回来吧。富豪给你爸把这瓶拧开吧，啊，你爸伸了3回手要，不是我这，都是我一句话给截回去了。42，啊，没事，您不用管他们，您喝吧。这是我们这儿赞助的，好喝，好吗？你看，我让你拉辆车去。越活越和。鼓掌的都是厂家派来的。那刚才我就看我们桌子上除了饮料之外，还有一盒户口本。这红的这是结婚证，是您的结婚证啊。咱们这个剧组导演说，你都前一阵都刚过来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新鲜的给我弄点？我说是我这都让底儿都给这个今夜有戏都给兜完了，还有什么底儿吗？突然想起这个了。你说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拿这个证了，我还有一种另外的意思。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挺帅的。您现在也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这个肉吧，它就是老往脸上长，你看对吧？你看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型都长到脚上来了。你看，嘿呦，大伙儿得瞧瞧，因为当年这种头型那可了不得，那是留这样的头发，上公共汽车那回头率真是，我都给让座，都给让座，大爷您坐这儿。这是2011，不是，看错了。哦，这挺好的。你看现在这出门在外多不容易，还都得带着证啊。哎，对呀，你这个东西现有孩子，这是挺快乐的事情。对，你这徒弟小月，再有3月就快当爹了。啊，真的？真的？哇，3月？是吗？我感觉他挺小的呢。就是你不是上次来的时候还没对象呢。哪有实话呀？刚才傅老师说问我
那个你结婚了吗？我结婚是小影子吗？还记得小影子？这个把小影子气跑了。他结了婚了，小影子不干了，人家啊，这个还有三个月，你说他就当爹了。哎呀，那会儿来啊，十七是师姐来的，是吗？这么小就来了，魂头闷脑的。我说这个脸上怎么洋溢着那种灿烂的笑容？哎，那种喜悦，原来这样。据说要生个闺女。嗯，好呀。我说多好，一脸的岳父状态。岳父。之前刚怀孕那会儿，他媳妇儿也上家去。我说怎么样了？你说他师娘也问问，吐不吐啊？嗯。刚开始据说反应挺厉害的。嗯。哦。说吐就对着吐，说吃就得吃。那天师傅我就走，你干嘛去？他想吃扣肉了。哎呀，我都差点吐了，大半夜想吃扣肉。那结果说俩人出去找一饭店，要一桌子肉。啊，真的？这孕妇也奇怪啊，想吃什么当时就得吃的。那当然。哎，可是我没这样哦。你呀、啊，您那会儿是您想吃什么，他马上就得吃到。哎，我记着有一次我还真是给你去买什么东西，啊、晚上夜里头，不是有那么回事？我没有印象啊。啊，那是别人，那是别人，那是别人。我这意思不是那意思，我说那是朋友他们夫妻那个，好像跟我讲的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破案了呢。说实话了。不会的啊，这个不会的，我认为你不会的。完了，让我给打懵了。没想到这嘉宾太大胆了，没什么说什么。您那会儿怀孕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难受的呢？又吐啊，又是？没有，我就真的所以我觉得她特别的幸运。真的。那会儿嫂夫人跟您说怀孕了，第一反应是不是特别开心？哎呀，开心。开心，当时这个我这个心情啊，不过除了开心，我印象当中最还有一种心情，就是突然就有一种责任感。这个我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哎，一刹那就变了。哎，家里要多一人了，这马上再往后，哎呀，坏了，他这个行不行啊？这出来以后。胳膊腿能不能齐全？开始联想，这天下当爹娘的可能都这样。他头天晚上进医院，第二天早上9点生，我在那楼梯跟一个哥们儿，俩人就在那儿坐了一宿。嗯，就跟那儿等着啊。他就老也不生，你看反正是我坐了一宿，进去一女的挥着不行了就出来了，我这老没信儿啊。还有喊的，老婆顶住，一定要顶到，顶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，那个时辰好。对，说那个9点多以后的就都是女孩了，9点多以前的都是男孩。瞎说嘛，这还有批发的这个。啊，所以他就那个先生就是说让他老婆顶住，他要女孩。哦、说你一定要在9点以后生，结果他成功了吗？真生女儿。几点？9点以后。上午。但是那一天啊，那一天。92年的。你放心，你准是女儿。挺好，男孩女孩都喜欢要女儿哈、啊，我就喜欢、嗯。他喜欢要男孩。啊，是吗？嗯，女儿多好呀。因为当时我逗过他，我说要生一小子，你就扔在我这儿。我给你看着，生一闺女我就不管了。他天天琢磨这怎么办？真的、啊，而且他还琢磨，他说啊，生一闺女，就长得跟我似的，可怎么办呢？你们看看我徒弟脸跟饼似的啊！真的，我怀疑这长得跟我一样，白白的呀，皮肤好。啊，万一要随你媳妇呢？我觉得也行，那媳妇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啊，挺好。没问题。其实我觉得小月挺好的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男孩吧，不是男人吧，他。不见得这个高鼻梁大眼睛那就可爱，你看我你哎，我这感觉眼睛也不大，鼻子也不高，但是他就是可爱。要不这个话你老婆跟你说过吧？啊，你肯定，你是习惯性的受骗。我看您脾气特别好，谢谢啊，真的，当初怀孕的时候也这样吗？啊，因为有的人怀孕的脾气可大。那我就傻乎乎，我没有。好，我一直没有。他就不发脾气，要不然说我有福气呢。他很少发脾气，但是发起来那就一回管一年的。对对对，差不多。是真的吗？我发脾气是我就不吱声了。哦。所以他呢，就是
他以前我俩刚结婚的时候，他的理念是谁有什么那个不高兴的事儿都说出来，完了就是谁想发脾气谁发脾气。但是我觉得那样的话，你说那日子怎么过呀？那天天都想发脾气，就天天就吵。我怕那样的。哎，他改了，我也改了。我这他，我刚才说嘛，他这发一次脾气管一年的吧，真的。他一生气吧，我要气他的那个什么，他就是特别当真，他浑身冒冷汗，啊，他就真生气那个状态吧，我一看，不行，我都怕了。对，下一次我一年以后我再跟他吵了。所以现在时间长了吧，我就不惹。挂历上都写着呢，今天到日子。所以我就很少跟他吵架。嗯，那个越惹越大。哎，对，越惹越大，最后咱们离。啊，最后都来了吗？哎，我跟任静从来没有说过离婚。我跟任静约定了，咱打成什么样，咱别说那俩字。不好，哎，这些个事儿，你爸你妈以前跟你念叨过吗？反正我那会儿是不知道。哎，多新鲜呢！以前就是也经常听过，有时候他们就是跟朋友在一块也说过。然后我就是听到现在，你的手都可能背下来。是吗？啊，为了迎接孩子的到来，您都准备什么了？当时，我准备啊，起名字是其中一件事。对，起名字是大事儿。嗯，再一个呢，准备迎接他呢，实际上是心里做好了准备。你看他几岁能练长笛呀？哎呀，这孩子。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男子汉来，别像我似的蔫了吧唧的那种，这心理上的。有几张照片啊，好玩吧，这是小时候可怕了，太可爱了。这右上角那个蓝没穿衣服，那好玩啊，没穿衣服。另外还有张裸照啊，有张裸照，还有张艳照啊。不是可爱，嗯，还有吗？照片看这个更可爱，他习惯于不上妆啊，都不穿衣服。嗯，你看那小时候胖，真胖。嗯，我想起来郭麒麟小时候就这样，一身的肉，是吧？多可爱呀！嗯，真漂亮，吹长笛是吧？对，子承父业这叫。刚才您一直说那个，说当时等孩子降生，担心净担心缺胳膊少腿是吗？嗯，对，我觉得。这个，哎，你有这种？有，你看有。我觉得就是我原来也有，就害怕快生之前，我包括进产房，但你得签一字，医院说了这孩子畸形了或者如何如何了，跟人没有关系，对，都得签这，你签这，不知道。你看，你知道多揪心的。所以说这种病吧，不是我一个人有。我当时想，我这人挺正常的，我要有这种反应，其他的这人人如此。对，他就怕你说，咱说心里想啊。我这孩子出来眼睛小点儿，鼻子塌点儿，那都无所谓，都无所谓，是不是？真是，人家说的不是你，你太往心里去了。不是，但凡缺点什么，你心里你有准备。缺多点什么也不行啊，多40个手指头这玩意儿受不了，改佛手了啊！那人人都如此。对他这个一直留下来这么一个遗憾哈。就是孩子推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没看他一眼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受那么大罪。我这大夫不让我进去，我就直奔我儿子就去了。我看看那腿胳膊腿齐不齐，一看特别好，啊，那脑袋，哎，那感觉是对的。完了以后再一看人镜，哎呀，真是我老婆受大罪。那。好像都变形了，全是那个全是血斑血丝。嗯，因为不会呀，所以你看这么不容易得来的儿子就得培养好。说您瞧头一眼就觉得这以后是个吹长笛的才子。是吗？对，这个没出生就定了。这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你自己喜欢长笛吗？喜欢了，当然喜欢，不然练这么长时间了。真的呀？对，喜欢也得后天，小的时候肯定不会了。小的时候肯定哪个？我举个例子，就拿郭麒麟来说，我儿子，小的时候我跟他谈过，还上小学呢那会儿，日后你打算干什么？想了半天，我要当厨师。
我说为什么当厨师？我想吃什么，我炒什么。这个我说不管哪个饭店，跟他有点像。跟我你也这么想过？一样。我最大最大的梦想就是一个是当一个音乐家，一个是当那个厨子厨师。真的，我都有这个愿望，特别喜欢吃。他小的时候，那电视动画片没看，这个没看，一看到做饭的那节目，停住了，停住了，看一会儿，擦擦。哎呀，真错。真香啊。是吗？嗯，真可爱。今天来的时候不光三口，还抱两只可爱的小狗来。嗯，尤其那小白狗我特别喜欢，因为我们家有一只，哇，一模一样，就比它小。哪儿去了？好看。小月，给它叫过来，给它叫过来，咱们啊，这小狗聊聊。哈哈，来兄弟。这两只小狗非常可爱啊。嗯。这个白色的特别像我们家有一只。品种也一样，颜色模样都像，不过比它小一半应该是。哦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憨憨。叫憨憨呢？对，那个叫憨憨，这个叫豆豆。啊，其实豆豆是先对憨豆，你这么聪明啊？憨豆，哎，喜欢看憨豆。不喜欢看憨豆。哦，我可没少看憨豆，是吧？从当初录像带那时候我就看。哦，哎呦，那您比我早。他在电视台演的所有那些小品什么的，真的。哦，我也是特别喜欢。第一，他豆豆先来的，豆豆是我养的第一只狗。5年前吧，被车给，也不应该说是撞，是碰了，把他那个骨盆给碰碎了。哎呀，碎了以后就扎断他的那个尿道，当时他已经就是都硬了，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不行了，就没跟我说，就跟我们阿姨说不行了，说肯定不行了，但是我阿姨害怕我那个什么难过，就没跟我说，后来就没想到他就真活下来了，医生说都是奇迹，他已经不行了。对，有一个女的一说话，声音有点像人静，对，声音像我，然后她一下子就眼睛就睁开了。四次手术，所以说现在她能坚持这样就对，完了，我们经常去医院去检查什么的，医生说，哎呀，真的不错了，说真的挺好的。她现在能自己走什么的吗？走可以，但是她走不了，走不了直线了。不像这个没心眼儿，这个身强力壮，不拉几的。很善良。当时就那个豆豆来的时候，不是就那个做完手术回来以后吧，他就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就特别的担心，天天守，因为不能让他出那个，只能在那个箱子里待着，不能让他出来，就豆豆不能让他出来，他就在旁边守着他。他一豆豆一在里面一动，他就爬上去看看他，完了就就那意思，可能刚才说你不能出来。特别善良。我看他打刚才就来回院动，是在坐腻了是吧？对对，他嫌热可能。他这正好让他下去玩去吧，下去玩去吧，你去吧，去吧，你可以去了。找阿姨去吧，去吧。豆豆可以在这找小月去。你还别说，岳云鹏真有狗缘。富豪这个写了好多的歌了啊，有没有给你爸爸写一首？我觉得就是这种给爸妈写的吧，有的比较正式一些，到现在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写着玩的那种阶段。我想等以后磨合的一个过程啊，等以后写的比较好一点的那种再写。但是有一首那个周杰伦的《听妈妈的话》，想送给妈妈。好，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，美丽的白发幸福中发芽，记得你爸上回提过一个，说你喜欢周杰伦的歌，对，好像不是很开心的、啊。现在还这样吗？我在家里我就开个大喇叭，不听想不听都难。他们我觉得都是很优秀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也开始喜欢，但是我唱不出富豪这个味儿，他唱的那个感觉吧，
它是比较现代，不能说这个怎么说呢？反正我现在我觉得是，我是得琢磨琢磨。我和任静唱一段，唱一段歌。你刚才不是给妈妈唱一歌？我们再送你，回送你一个。这家人真客气。唱一个好人，因为这个孩子哈，其实学什么什么才艺啊，什么本事啊，都是在往后靠的。最重要的，我觉得还是做人。对对，你做一个好人，心地善良，有爱心。这样你有了这个基础，其实我觉得你在做其他的工作肯定都能够有成绩。咱们唱一个好人吧。好，好，厉害，你听一下好人。好爹好妈生下了我们，好山好水养育了我们，希望儿女都成为好人，渴望子孙都是个好人。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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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愿好人总有好运。我觉得这首歌不是给儿子的，是给太太的。好人嘛，就他姓任。真是。好，这一家人特别的幸福。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撒谎别瞒当乡人。据邻居爆料，实际上关上门之后，你们也有一些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啊。譬如说，你们在管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。真的？邻居，想一想吧。想当年有孟母三迁，就是因为街坊关系处理不好。您都跟谁住街坊呢？有演小品的。哦，谁啊？潘长江。哦，他不会的，他很忙，他没有时间串闲话。还有个大花轿火风，他也不至于，他挺粗的那个人。还有就是我们好朋友，数得上来几个？江涛跟他关系挺好。他最近啊，你先说江涛这个人怎么样？他最近他琢磨这个发声啊、唱歌啊，这是个水平比较高。他老给我上课。妈妈咪。兴许啊，妈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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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估计啊，他可能是因为他当我老师嘛，他可能是老师对学生。你看你经常说两句小月嘛，你小月都没什么，没准他能说。而且我们还想说，请他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上课呢。江老师，他明明是哥们兄弟，非要说是老师。您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有点走火入魔了，是吧？哎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您猜怎么着？我现在不挑事儿，我都活不下去了。来，掌声有请江涛。啊，江涛来了。好友江涛来助阵，狂接富家老底。住得很近的好朋友啊，这一家子甭提了。哎呀，我就没见过这么腻歪的。你又来了，江老师来了哟！谢谢，郭老师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挤着点吧，挤着点吧，挤着点，挤着点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挤一下，挤一下。我往里，你说对，这样。你再往这边。这怎么结婚证也拿回来？刚补的吧？现在上节目都严禁着呢，得查查是不是亲两口子。好家伙！啊，你们是邻居啊？我们差一点做邻居，差一点做邻居，真是。现在是差不多住得很近的好朋友啊，对，那就离着挺方便的了。对啊，他刚才贝利他们说你不合适，你听见了吗？是吧？这个，哎，那假的，那不能吃。这个既来之则安之啊，爆一爆料，让我们知道他们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家子甭提了，哎呀，哎。这个我听说都瘆得慌，瘆得慌。这个我就没见过这么腻歪的。你又来了，真的。这个笛声呢，你从表面上看他是大男子主义，他很执着，对音乐，他把这个执着呢用到了家庭，对任静，有了孩子，对好好，一路下来，
说他为了孩子什么都能放弃。哎呀，什么都能放弃，演出放弃，钱不要，啥他就啥都放弃。好好为了学长笛，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，你想想，他以前就是这个管弦乐队的长笛首席，他把长笛扔下以后改唱歌，这么多年不拿长笛了，为了儿子，儿子学长笛，不管是春夏秋冬，早晨七点半车啪门口一停，好家伙，接孩子送孩子呀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一个父亲，母亲也是这样，当然母亲呢是个路盲，你说让静静去接孩子还不如不接呢，老公我这站哪儿了，我怎么走死胡同去了，这完了最后敌人还得开着车去，还不如孩子打车，哎，没错啊，说为了孩子打羽毛球把腰都闪了。嗯，这个人啊可怕就可怕在这儿，他呢其实不是我的对手，我羽毛球六年了，刚给他介绍过去，刚开始练的，我一看这人确实不行，协调性啊步伐呀、啊、包括他身形，傅老师这小肚子啊，关键是为什么呢，我经常会看到侧面带着一个就是叫护腰啊，因为我说这不对，我这羽毛球球场怎么，我说这唱美真的不就带一个护腰吗，我说这打球还用带护腰吗，又不唱歌啊、哦、腰扭了，我是整天笑话，可是没过仨月，21分我没出10，哦，我上前他往后，我往后他往前，最后弄得我关节不好，我不打了。所以说人家这一家子呀，一踢球，三大球很厉害，这是羽毛球，还有两球，台球和乒乓球。前两天跟世界冠军过手，你都没见过，王楠跟我是邻居，我带着他去。我先跟王楠对了两拍啊，基本上就桌子底下擦边也没有。哎，笛声拿过来，哐叽哐叽跟王楠对了10几个球，最后王楠的球唰起下网，下网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说这个人很可怕的，啊、让我很惊讶，经常的。没说相声都可惜了。我今天知道了。你说他来爆料来了、嗯、他这是来给我脸上贴金来了是不是、哎、其实没那么出色是吗，其实不是爆料，他上这是表扬您来表扬了、啊嗯、你说对孩子也是一样，嗯，你好现在吹长笛，他不是他好好，他关于他继承了父亲的这个气质执着，而且呢还聪明，而且这个很睿智，为什么他学长笛的现在突然改成唱歌了，他经常实际上说什么姜老师根本不是姜老师，他就让我每次让我去他家去忽悠他去听陶陶唱歌，你看好好录一首歌，对，他自己有个小录音棚，你看这歌到 B 呀、啊，你看这歌到 B 呀、啊，因为 B 是 High C 以下的一个很就是什么今夜无人入睡啊，很高，周杰伦到这个菊花台也是在 B 上，要小声唱 B 很难的，所以说呢我一听，哎呦我说后生可畏。好，你爱听江叔叔唱歌吗？爱听。爱听的哪段？他从小听。愚公移山。对。哎呀，我们来一个也行。哎呦，我唱一个单。好。望望头上天外天，走走飘下一马平川。古路难呀，开路更难，所以后来人。没有含义，你为什么呢？你这都没办法。这个我儿子以后啊，他现在上升趋势，他可能能唱的。你
写的都是你 baby 的心情，我总盼望你每天都开心，因为我爱你，希望我永远都可以，因为我爱你，希望我永远都可以。好好啊，你今天又长知识了啊，每天咱们嗨一回啊。谢谢啊，感谢一家三口带着两只小狗来做客，感谢江涛老师来爆料啊。哪天你自己得单独来一期，咱们得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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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行嘞，今天算许给我们了啊！我们期待下一次单独做客。谢谢你们，有功夫常来玩。祝愿你们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。好的，谢谢各位。每一位嘉宾都得讲笑话，上次您已经知道了，这次还不例外。来，到这边来。这个准备了一个什么小节目没有吗？说也行，唱也行，都成。那就那个，因为这个富豪他有的时候他自己我老听我们这儿来财主似的，富豪啊，他有时候自己他在哼哼那个《知心爱人》，他那个发挥的比我唱的好。哦，你干脆你跟妈妈来一个合作吧。好，好啊，没问题。行，好，那我们，那你先起。嗯，让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？在相对的时间，你才发现什么是日月。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？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，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来，永远都在受伤害。我的梦不再徘徊，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再来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本期的今夜有戏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。